想去听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。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，沙漠风暴啊，这屋你赶紧的吧。阿妹来慢点啊，怎么样啊，左选右选啊，比我拿出大招非得住好房间是吧？这啥玩意儿沙堆啊，这是啊。这怎么能是沙堆呢？这是坦克拉玛干沙漠。啥克？坦克。塔克吧，不管是啥克啊，二位住在这个房间呢，让你们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沙漠的美景，特别有意境。普大哥，你真有意思，我领我媳妇来山里玩，你让我看沙漠干啥呀？不是，就这主题嘛，大体就这个意思啊。而且啊，我们这个帐篷里边还有这个阿拉伯睡衣，二位穿上了睡衣以后呢，就好比是出国了，感受一下异国风情，阿拉伯，满意吧？啥玩意儿啊？哎，这个如果感觉到没有意思啊，还有一个娱乐项目，晚上二位呀没啥干的，睡不着觉啊。拿起这个小铁锹，挖沙子，沙子里边有个宝藏，你们可以挖宝。哎，挖住的话呢？今天的房费免费，好玩吧？宝藏？对对对呀、啊。啥宝藏啊？一个螺丝钉。螺丝钉？对。多大螺丝钉？多大呢？多大？哎，像弟妹胸前扣这么大。这么大？对。你咋不扔个芝麻进去呢？你这么大让我怎么找？不是，这就是玩嘛。那要如果像这么大个螺丝钉一下找着了，那我今天房费我上哪赚钱去？是不是？我不住这屋，别的房间还有没有？啊，这屋也不行。别的房间那个有没有？百鸟朝凤啊。百鸟朝凤，我白天都去过了。你白天跟晚上不一样啊，白天鸟叫唤。百鸟朝凤也不行，你还有别的没？有。哪儿呢？森林的野望。森林野望不刚出来吗？那屋有虫子，你不知道啊？对对对。还有没？有。拿。野望的森林。走。还是那屋。不，你有病啊啊！野望的森林，森林的野望，你换个名就换个屋啊？除了这俩屋还有没？有。拿。沙漠风暴。里外里你就仨屋是不？不是，暂时仨屋，目前正在装修呢，慢慢屋子就多了。我不跟你说。还有这个是，我说，哎，我说，听我说。这怎么又回来了，周伟哥？我听说水果不胖人。那谢谢啊。嗯，别站着了，坐一会儿吧。不打扰了，早点休息。
这天都不早了，咱将就一晚上去。那欢迎下次光临啊！这都几点了？你说这年轻人就太任性了，就将就一晚上。咋了，小峰？客人走了。你看，我就说这不行吧。别折腾了。还是资金不到位，资金到位，给他整逼真点，客人不可能走。行了，别说没用的了，赶紧睡觉吧。先睡吧。哪个环节差了呢？哎，大爷，你咋还胖乎乎的呢？饿了？那饿了。那谁呢？木生呢？木生搁外玩呢，我给他画个圈，他搁圈里站着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说我给他画个圈，他搁圈里站着呢。我说出圈了以后有危险。他就能搁圈里站着？嗯呢，现在可听话了。你快点别丢了，你赶紧看看去。不能丢，还能丢？我都敢跟你打赌，就站在圈里俩小时，他都不带动弹的。打他了又？没有，我能打他吗？哎，出圈了，这啥呀？他来了。谁呀？戴眼镜了，戴眼镜来，他来。哎，董事长。戴董。谁呀？不认识我了？瞅个面慌的，你想不起来了呢？给赵四开车那个，阳光。哎呀呀！哎呀，人家，哎呀，啊，你这多少年没回来了你啊？这算的话，我得走有十来年了。哎呀，那往上哪认识去？见老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谢谢啊。来，放来坐下。行，没事啊。坐，咱这北方的天气还是有点凉啊。哎，先别吃了，来坐。啊，行。那个，丁力，这咋上海来的？不是。那个，这是这木生的小舅子，对，这我姐丁宁，那谁，丁万奇，你知道吧？丁万奇儿子，丁万奇那没听说过。那我走的时候可能，丁宁的叔叔啊，丁宁我知道，丁宁我知道，是他叔丈人吗？丁万奇，这丁万奇儿子，幸会啊！哎呀，这木生咋的了？这哎呀，这别提了，这两年的事儿都赶一起了。这不，事业不顺，家里也散了，完了受点刺激。姐夫，来，姐夫，他就听他的，怪我管不了。姐夫跟我好，说我这院跟打半天招唠半天，我以为你们在这排练呢，整啥呢？这你还认识他吗？我认识啊，我这能不认识吗？在村里那些年，你怎么到？哎呀，这房是你的。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不就是我家老房子吗？我走这些年就没人住，搁这空着呢嘛。那阵儿就张罗动迁嘛，干动不动，找不着人儿。啊，说是钉子户，那你挺厉害，家留到现在给我留了。咋说呢？嗯，这个这些年吧，一直在外边，在南方那边，这个搞得比较杂，搞国学啊，这个传统文化呀，也做了点生意啊，然后当老师了。那倒没有，就是，各方面吧，都吸取点这个各方面经验，然后这一现在这不是，我看咱们这家乡越来越好，我这个返璞归真嘛，衣锦还乡，我就合计回来，回老家这边是吧？毕竟哎，好好再发展发展，是应该回来。哎呀，那你们这在这住有二年了是吧？哪，我刚来不长时间。没有，嗯，不能哎。别提了，你这房子吧，我是现在等于重盖的，都快塌了，炕根本就没有，现收拾的。啊，没吊棚啊？这棚子这吊啥就都后来又抹吧，这凑不住呢。咱们是不是把这个房钱算一算？你看啊，我这都打听了，你年前在这住过，这过完年又来了，这年前年后不就二年吗？你咱小孩生下来是不是就一岁？就算腊月生的，过完年他也两岁，
对吧？你这么算呢？嗯，我听听你怎么想要多少？这个，咱这在外边也都住个酒店是吧？你们在这现在住几个人？那就刚来，他刚来能有不到十多天呢。仨人呗。你们仨的话，正常在外边宾馆，标准间是俩床住俩人，这个一个半就是按一个半算吧，标准间150，就按200吧一天。按两年算多少钱？那不能按两年，去年给你按一整年，今年就是过年到现在多长时间就算多少天呗。那你这一些挺贵，我暂时。那俺们那不搁这住了行不行？俺们这其实那边也能住开，就寻思这不孩子这种情况吗？那倒行，那你们就搬回去吧，搬回去。但你这个住这一段这个钱得给我算了，这不讹人吗？还大老板，我还以为大老板呢，戴个眼镜回来的。你不就是搁那边这混不下去了，回家了吗？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什么玩意儿就200块钱呢？一天200，还大城市回来的，谁没去过大城市啊？是不是？我跟南方我也待过呀，那我天天坐飞机，那个飞机上那空姐我挨个看，咋的？现在不也回来了吗？装啥呀？你还报个榜？给我大爷，帮你报榜。哎，放下！你不是你还报个榜？这不讹人吗？还一天200？你咋这么爱伸手呢？这咋这么粗鲁呢？这是干啥呢？你看不惯他这人。没事，你这你别看不惯，你领他上外边玩啥来？商量好不？别跟那边。不是你这你搁南方待过，我咋不信呢？你整闭嘴吧，闭嘴吧。200，大爷啊，咱不差钱，不行把那房子买了，赶紧再撵出去。没，这不这把房买了，哎呀，就买。走，姐夫。哎呀，你还撵我？装啥呀？慢点，姐夫。吴旭，峰哥来，别客气。走，坐。哎，喝茶，喝点水去啊。这个茶非常好啊，武夷山的当包。啊？当包？大红袍哥。啊？大红袍？不管那是袍还是薄，是薄，能喝就行。哎，你干爹现在康复的怎么样啊？还行哥，还行啊。嗯，我这民宿忙，一直没有时间看他。这不，我给他买的水果，完走时候给他拿去。谢谢峰哥，我的一片心意嘛。我还是有事相求啊。哎呀，啊，啥呀求？哥，你有啥事你就说啊。看看我这民宿还能增加点别的项目啥的，丰不丰富？娱乐项目也没啥了，哥。这就是唱歌的呗，唱歌不行，头两天不是唱了吗？扰民，书记来找我了，我关了吗？是你跟我说过这事啊，别的呢？不让唱歌。哎哥，开个酒吧行不？酒吧？对呀，反正我在市里我是经常去。你这个不行吧？怎的呢？你酒吧在城里行，就在这农村开酒吧，谁来呀？哥呀，农村开酒吧那不是赔的稀里哗啦吗？咱们可以尝试开季节性的。季节性的？对呀，过年过节，像咱们这年轻人出外边打拼的打工的不都得回来吗？回来他们有娱乐项目，酒吧。那我这小地方就这几间房，去了齐白市，去了几间民宿，没屋了。那不现场的地儿吗？哪儿呢？这院就可以，院行吗？这院啊，这院太适合了，不大不小，正好。哦，就你这个经历呢，我挺同情的，因为我在外边这些年吧，也就有那句话说的就挺好，这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官大官小呢，他没完没了，钱多钱少都有烦恼。这个人不能把钱带到棺材里边，但是钱能把人带到棺材里。对吧？拥有健康才能拥有一切，没有健康，一切都拥有不了。对，是吧？你话说得太好了。我吧，这些年在外边呢，也挣过钱啊，钱是挣过，那肯定看出来了。然后这几年吧，这个全球这个经济环境呢，确实是不是太好。
都辐射到你这儿了？这是大数据啊，这一勺就给我就给勺上了。嗯，然后我这次回来呢，主要还是我不死心呢，我还是想这个翻身。嗯，想翻身，我想取取经。你也别着急往走搬。嗯，这个房租的事儿呢，你心里知道有这个事儿。这个钱呢，我也不着急要。嗯，啥钱要啊？啥钱要？赶啥时候有啥时候给。嗯，我呢就先跟你们在这对付一段。这你还能住吗？这我家我有啥不能住？你都能住呢，你这过去啥身份啊？是吧？我是想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咱们爷俩呢就是沟通沟通，交流交流。因为毕竟你是做一辈子生意了，辉煌嘛，我也想在你身上呢吸取点这个做生意的这个经验。哦，嗯，就是来取经来了，也就算是吧，就互相交流吧。你在我这住是吧？咱就，那你天天听我给你讲这经验，搁我身上我经历的东西，能顶房费不？你这话说的。这个人呐是有感情，这我不是提钱，我呢为象牙山呢也做了很多贡献。嗯，我到今天你饿了没有？这我看看就泡了。嗯，你慢点吃，一会儿做饭吧，他那头做饭送来。没事，我先这别吃的了，一会儿都泡糊弄了，这还能吃吗？没事，这水不太开。老头啊，嗯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这两天啊比头一天好多呀！啊，咱们继续坚持啊！嗯，都回红旭了，跑里跑外的，嗯，忙前忙后的还累够呛啊！我这以后就得擦地呀。那可不，哎呀，哎，到点了吧，英子？嗯，你起来锻炼吧。啊，起来，到点了。我说你俩整不好，等红旭回来吧，他整的好啊！你非等他干啥呀？我们俩咋整不了你咋的呀？哎呀，费劲！你大夫说了，哎，必须天天锻炼才能好，老头子啊！我知道，这现在就是没劲儿。哎，爹，这是宋老公给你买的，爹。哎呀，小峰给买的啊！峰哥都没有时间，让我带回来了。哎，你买去咋样？现在爹，这挺好。不到点了，该锻炼了吧吗？对呀。让他俩去买点肉去，我这两天没吃肉，这没有劲儿啊，回去。医生也不让你吃肉啊。哎，少吃点吧，我馋了。买去吧，妈，让我爹回来少吃点。嗯，去吧，爹。走吧，去吧，妈。要吃肉。哎，爹，哦，慢点啊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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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这红绿真好。哎，爹。咱们第二轮面试上叫实际操作环节啊，就把我当成你们的顾客，向我展示一下你们的手法。来，有请第一位阿姨。来，干啥呢？这是。来，各位阿姨，来，向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山庄的总监张忠维，张总监，大家问好。张总监好。这位我更隆重的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山庄最尊贵的董事长，我们的伟大的大总，阿姨们问好。大总好，大总好，大总好。那个，下面有请大总讲话。干啥呢？这是。啊，那个，这几位是我最新招来的按摩师。聘礼了。我不告诉过你不许弄吗？哎，挺好的，按摩师，我看看来。哎，大总，你感受一下啊！我正好落枕了，给我捏的。好，来，有请咱们第一位叫掐死猴阿姨。叫啥？姓掐呀？啊，不是，人送外号掐死猴。哎，就是这位阿姨啊，特别的专业，已经在这个领域上从业了七八年了，手法是相当的专业。掐死猴。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摁我富贵包上了，哎呀，姨，你真是拿我当猴掐呀，这手劲太大了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大总啊，来来来，阿姨你先休息。来，咱们有请第二位钢琴师阿姨，这位阿姨更了不得啊，她的手法就像弹钢琴一样，哎，让你特别的舒适。阿姨来，看看手法怎么样啊？
怎么样，手法？挺好，感受到了，弹的是小星星，是不？你看，还是咱们大董啊，就是都懂音乐，是吧？来来，隆重介绍啊，第三位啊，这是面二啊，哎，他就这个按摩的手法就像是这揉面一样，哎，还专门是个烙饼。这手法适合搓澡啊，不适合按摩呀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搓了，秃噜皮了都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三位阿姨，都整得挺好。谁找来的？这是他找的，不是那个。不是，你是准备给咱温泉找按摩师是吧？对，大总，这是我新开发的一个项目，叫娱乐养生。哎，就是在打麻将的时候还能享受到养生按摩，我这创意好不好？一边打麻将一边按摩。哎，对。董事长，这个项目是宋晓峰林树新贴的项目，这评底子肯定是在效仿人家。这是你批准的？没有啊，董事长，我冲天发誓啊，他评底子跟我请示过这件事，但是我没批准。今天这个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你咋想的，评理的？温泉本身有按摩，你又整一个打麻将还按摩，你两个按摩不互相抢人吗？不是，大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对这个领域知道太少了。你知道的少，你就别瞎整啊！人宋晓峰整一个，你也整一个，你这不刨人家地沟呢吗？不是，大总，就有一句话你听说过没？叫商场如战场。啥商场如战场啊？能不能干？不能干，赶紧回去站岗。瞎整一天。肖医生，阿姨，来坐。找我有事吗？啊，今天叫你们俩过来啊，就是要通知你们医生，这两天呢，刘叔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医生，那像我爹现在这种情况，他出院行吗？是啊，肖医生。我老头吧，走道哈，那腿一扔一扔的，你这出来能行吗？我们相信你，我想啊，看好再回去，行不行？阿姨，你放心，刘叔现在这种情况啊，在家和在医院是一样的，在医院也不用什么药了，回家呀，他心情能好一点。我发现刘叔可能是在医院住时间长了，现在有点上火了，对他的病情啊是不利的。妈，那咱就听医生的吧，啊？那行，那出院出院吧，你走，咱俩走吧，啊？阿姨，你别着急，你们如果要是选择出院了呢，我就把日后的一些注意事项跟你们俩说一说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可别折腾了，行不行啊？你说你啊，之前要干那个歌厅，后来干电影院，再后来干主题民宿，你哪个干成了？那你这个要再干不成，咱家这日子还能过了吗？青莲，我得批评批评你啊！这个男人在创业的时候，女人在身边，一定要鼓励他，做他的坚强后盾。你不能打击他，你左打击右打击，男人拼搏的那种精神没了，啥都不敢干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娘俩喝西北风啊！男人创业的时候，你就得鼓励他。捧他，男人就怕捧，越捧越有种。关键的时刻赶上九天揽月，赶下五洋捉鳖。我也不是说打击你。那你这是干啥呢？我就给你提个醒嘛。你这是提醒吗？你这是埋怨，这是指责。提醒应该怎么提？得这样，那个小峰老公啊，那么我作为你的爱人呢，我不得不提醒啊，你干什么呢，老婆都同意你干，但是呢你得注意点这个，注意点那个啊。我说对吗？你得这样啊，做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，因为你还得捧她，你明知道自己老公不行，这善意的谎言你得骗她，你行你行你就行。哎，老公老公，你最棒，你得捧他。你若成功，我陪你君临天下；你若失败，我陪你东山再起。老公，你干吧，我挺你。
这老爷们都得玩命干，你不能当个怨妇。啊，老公，老公你最行，老公，老公你最棒。你要成功，我陪你君临天下；你若失败，我陪你东山再起。你就干吧，我就挺你。哎呀，青莲，怪了，你说一样的话，就从你嘴里边说出以后，一股这个热流，哎，奔脚跟，再路过足三里，再路过腹沟，唰一下子，上头了。那真的就来的就这么快呀？啊！走吧，哎，该回家了，高兴不？高兴，高兴哈。哎，走吧，哎，走。爹，哎，好，进来了啊，把车都整好了。哎，那什么，你那个底下那盆拖鞋都给我拿着。还落下呀？哎呀，这是心情操的。哎，红姐把衣服披了。什么东西呢？哎呀，肖医生，回去啊，你一定不能总在床上躺着啊，要经常下地走动走动，多锻炼啊。哎哎哎啊！是啊，我生你的啊，我还得问你个事儿，啊，你那有对象没？我没有啊。啊，侯旭啊，你多和肖医生打电话啥的啊。哎呀，刘叔，你净瞎操心。红旭电话留着啊。这干操这瞎心，是操背心了。明天回去一定要坚持锻炼。哎哎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走，谢谢医生啊！没事没事，有空到香山玩一趟。哎，好好好，应该的应该。哎，小萌，材料都带齐了吧？带齐了，带齐了，走吧。哎，喂，李强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豆制品厂呢。哦，那啥，那个今天不是周末吗？我合计带孩子上游乐场玩一会儿，那个我接你去。今天不行啊，我今天有事儿。我跟青苗去趟城里，跟那个新设备商约好了。你看，不说不忙了吗？咋又忙上了呢？今天真忙，永强。那行吧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走啊！哎呀，你妈说有事儿，今天去不上了。啊，不是说好了妈妈带我们去的吗？是啊，大孙子呀，那个什么，你俩别不高兴啊。你妈忙，忙完这段就好了啊。那啥，你要忙不过来的话，我跟你去呗，我照他俩。那行啊，那太行了，正好你奶奶都没去过游乐场。这不周末吗？她带孩子去游乐场，想让我跟她一起去。那你去吧，正好你也挺长时间没陪孩子了。没事，设备的事我自己去谈就行。你一个人行吗？行，放心吧，材料给我。辛苦你了啊。啊，忙吗？还打啥电话呀？你们收拾完过来接我一趟，行不？啊，你等着吧，我接你啊。你妈说又能去了。耶！哎呀，这一天。刘能这人是真不错，这么些年在一起，你别看俺们俩斗了大半辈子，其实啥事都没有，就鸡毛蒜皮那点事儿。后来是啥呢？就形成习惯了，见面不掐两句吧，总觉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掐一辈子了。哎呀，啥用啊？刘能这一躺下呀，说实话，我确实少了一个对手，顿感生活有点孤单。你别看我俩打大半辈子，我说真话，他这一得病，我是最闹心。他在医院躺着，睡不着觉，闹心；我在家更闹心，真的不应该。但是想一想，刘能得这个病吧，其实也正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家呢祖辈传的血压高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老四，这得是你配合的好。你看到你的去了，你动不动淋着他挤兑他，刘能这一生气一上火，这病提前了。你说，哎呀妈呀，龚坤呐，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，好像这病得的怨咱们似的。你说那干啥？他精神不好，他现在病态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跟他一样干。老四，你说谁变态呢？我说你病态。你不管是啥态，我跟你讲，变态也好，病态也好，我如果说我是病态，我还有我心能这么细吗？啊，我就知道刘能有一天得出院，是不是？出院了，腿脚肯定不好使。
我上山，我一宿就给他找这树卡子，一般的还不行，得找这硬玉。整完以后，我在山上，我自己就在那卡子。你看我这几个字没有啊？坤助能行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希望坤，我祝愿刘能早日康复，以后干什么还都行。这叫什么呀？这思想啊，这境界你们有吗？你还在这犟还犟啥呀？别往上了，别说话，你是说不过我了。你也别说了，你是理亏，哎、你知道不、哎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我替刘能打抱不平，我都不说别的。抱啥不平啊？咱是来看你，咱说那话干啥？老四都没吱声，你吱什么声？我不吱声了，行了，对不对？看你吱声。开始我跟你说话了，我搭理你。搭理你，你有啥搭理我？广坤呐，老远就听见你搁那叭叭的，净听你搁那嘎说了。哎呀，人家唠嗑呢。啊，过来了？没回来呀、啊？哎呀，我要是我跟你讲，人这一生啊，怎么能活得幸福？怎么能快乐？第一，养好身体。你看刘能这一躺下，是不是什么都完了？但是怎么能养好身体？你得心态要好，做点善事。那文才呢？文才，快快快！哎呀，你们早就到了哈！是，兄弟来了。哎，你看我兄弟滴的是火龙果，这是助刘能以后还能生龙活虎。哎，这句话还是不是？水儿都到了啊！呀，哎呀，大家好，水儿。哎呀，我这一看呐，关键时刻还得看你们这些老哥们、老姐们这份情感，这象征着咱们象牙山人团结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能体现出我们的真情友情。哎呀，是你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我们年轻人得学习啊。玉师啊，你这话你严重了啊，我们得向你学习。你看一水讲话有水平，要么人就是青年优秀企业家，现在能进入领导层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一水啊，你呀、啊、前途大展吧。啊，现在进去看看。这人呐，一辈子还得多注意养生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是那是。哎呀，你这血压咋样啊？广坤都给你耗耗啊！你呀、啊，你先别给我耗，老郭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应该早点给刘能耗耗，刘能就不至于有今天，早点防一防啊！哎呀，是不是啊？你这话有点多啊，话多易怒，你属于是春的时候上火呀，你这属于。我那没什么事，但我现在我看你印堂有点发黑呀，你知道不？脸发青了。富贵来了，富贵来了，你回来没有？哥，离老远我就听见有人搁那嘎嘚嘚嘚嘚，请你是不？哎，不是，嗯，你这拿啥香蕉？香这啥玩意儿？草莓啊。老宋啊，这你就不对了啊！刘能今天是有病了，你看你还拿着草莓，寓意不好。草莓。嗯，去助刘能找煤呗。哎哎，哪有那话？不是，他唠这玩意儿唠的，哎呀，啥都说你，这嘴连个把门都没有。干啥呢？你这老爷们唠嗑，老娘们跟掺和着，回去。嗯，没事，回去开玩笑呢，开玩笑闹玩呢。是我信，没事。你得让他说，他得发挥。到哪不都这样了吗？这些年不就这样吗？你看你都明白，那你这拿拐棍咋的？走道不方便呢？这是？不是给刘能准备的。哎，你要需要我给你送给你一个。这没用。什么？四嫂啊，我一看大伙都来了，咱张罗整点饭吧，中午是吧？是那车吗？是是是，是那车。不是车。玉田，你快下车扶点地。等等，别等，不能下。你下去吧，老伴儿啊，人都来看你来了啊，走下车走。不是，这么多人，这是不是来看我？广坤带着他们来看我下午来了，咋不下车呢？是怎么不下车呢？我让他们都走，还听我爹的吧。大夫说了，我爹不能再激动了。刘啊，刘哥，没事没事啊。我说我爹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老刘啊，哎，没啥事。不是你听我说，没事。我看你看玉田，你打我干嘛？我爹怕见风，现在不是你看你不。你把车，我说没啥事，行，真没啥事。不是老刘没事吧？没啥事儿，那个谢谢大家伙都来了啊。小生叔爷，你看你来了，哎，是刘叔没啥事吧？没事没事啊。叔婶，谢谢你们今天过来看我爹。我爹吧，他怕见风，今天这风也真是太大了。另外他刚扎完针，然后脑袋有点迷糊，他不方便下车。那什么，英子，脑袋迷糊，我给他把把脉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没啥事。那你说，那我们看看呢？来，那谁，老刘，你把那什么，你怎么说？你正经，老刘，你把窗户打开，大家看。你老哥们都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让我们看一眼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我爹正好怕风吹着，人太多了。别打扰了。那个，我跟大家说实话吧，我们家刘能啊，就腿脚不好使的，不敢下车，怕你们大家笑话的。
哎呀妈呀，这刘能，你这回还想这事儿？人吃五杂的，哪有不生病？谁好意的呀？能好了，这不比啥都强啊？是。各位叔婶儿，这刘叔吧也刚出院，需要静养，对吧？那咱们呢就先回去，完了谁回头想过来看看，就私底下过来，行不？对，想说说一说，对。那咱们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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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大，走吧，回去吧。你先回去吧，等我爹好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回吧，回吧，回吧。谢谢大伙儿，你先回去吧，你没事，我一会儿走。哎呀，我一会儿走，你先回去，行不？回去吧，没事没事，来吧，咱都走吧。谢谢大家啊，咱都走吧。刘能确实行，咱别打扰了。来来来来，都走都走都走，走吧，七哥七哥，咱都回去。谢谢大家伙儿，老刘啊，哎呀，老刘啊，老刘啊，我太想你了。你是不是好了呀？哎呀，刘能啊，我这两天我都睡不着觉啊，我这可能我爹不能激动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们差点，不爹不爹，你慢点，慢点慢点啊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没事吧？那快，我正好我给你准备个棍儿。哥哥，你开玩笑吗？我没有，老刘，我真不是啊。刘能，别说了，别激动啊，刘能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回去进屋吧。精精神神的一天啊，现在代表咱们山庄的形象。好，这一条羊哪儿扔？看我，老师你真帅呀、啊，和副总是不一样。聘你了，张总监。张总监好。你干啥呢？训增量的吗？你是山庄的副总，怎么还干这保安队长这活呢？我职业习惯了。走过来，我想训他两句。咱们山庄酒没有了，你进酒了吗？不是还有点酒吗？喝完再进呗。什么叫还有点儿啊？啊，你做事能不能过过脑子？今天晚上咱们山庄就有两桌客人搁这包席，那酒要是不够喝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咋的？那喝到一半还得歇气儿啊？等你酒进来以后，我再接着喝呀。你的工作是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都抓好。不是没事，我拎个兜子搁这晃了晃，搁这训保安，知道不？凭你这，我发现我提拔你副总以后，你是左三番右三番的，一番又一番的，你是真不给我长脸呢，你啊！张总监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去啊！等会儿，平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不管想什么办法，必须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。如果今天晚上因为酒的事儿，给咱们山庄造成经济损失，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啊！我从你工资里往出扣，我不给你点教训。你是真不长记性啊你！这咋办呢？平姐，你快递。叫平副总。哎。啊？这酒谁进的啊？峰哥。宋峰啊。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在民宿开了个酒吧，这些酒都是他订的。快递给增调啊！啊，这是我啊，是他了。嗯，谢谢啊，没事。二舅，二舅，你咋不回我信息呀？呀，平叔。哎呀！呀，忙呢。升官了吗？合计穿的利落点，这两天心里边有点难受。胸闷气短吗？我给你看看吧。不是，跟那个胸闷气短没啥关系，就是我心里边装着那个人难受了，也可以说是你心里边那个人。我二舅。嗯呐。他咋的了？上火了，得了口腔溃疡，老严重了，那嘴里边就过冒血都啊。老遭罪！我说他咋不回我信息呢？原来嘴里有血。那他都张不了嘴，他一说话，那这，哎，你干啥呀？我要去看看他。别，你可不能去啊！你去了，他那就更难受了。啊？不是，他怕你看见他难受的样子，就是心里边有你。那他因为啥上这么大火呀？哎呀，这事儿吧，说来话长。你快说呀！那我就长话短说吧啊，事情呢是这样的，山庄呢，那酒都卖没了，
他就因为这个事儿茶不思饭不想的。这大点事儿至于吗？不至于吗？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啊，他是一个多么有事业心的人呢。我二舅还有事业心的啊。他这人吧，你别看他就是不善言辞，他啥事都压心里边了，火啊就是这么憋出来的，整不好过两天都容易得癌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呀？哎呀，那太难了呀。哎，墩墩呐，嗯，你说谁家能有这么多酒呢？我家有啊。你家不行啊，你家那么远，那不在这个村里，咱们还得用车拉，他来不及呀。不是我家，是我表舅家。他家咋那么多酒呢？我表舅不是新开个酒吧吗？今天进老多酒了。那不行啊，他哥俩闹矛盾呢，能给咱们酒吗？没事儿，这不有我在呢吗？你在也不行啊。我在怎么就不行了？我表舅新开的酒吧，现在又没有人来，他那些酒也卖不出去，而且我表舅跟我二舅关系那么好，像亲兄弟似的。于情于理，我表舅应该给他呀。哎呦，墩墩呐，你这一下子给你二舅止血了，他有救了。墩墩，我代表你二舅，谢谢你。哎，你跟我客气啥呀？那我走了，静候佳音。天上升起一弯月牙，月牙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。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转吧那个红线扎，红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？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。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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